我要吃中国，我可以，因为我有练习。我现在有13,240元，每月我有11,102.81元。我的公寓最近费2,000元，我的饭费1,425元，我的交通运输费1元，一共3,426元。我花费一年41,112点。我去三年，中国。因为中国很远，我将飞在22小时。我将落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。我将乘坐火车到我的公寓，坐大巴到最后的32分钟。当我到了那里，我再看看吧。到银行，到派出所。到了超市，到墓地，到铁路，到消防局，到医院和药房，到美容院，到购物中心，到南山寺，到俱乐部，到动物园，到加油站和到海边。
我会看到所有，我到的那里。